在跟国内外优秀的制作人他们去交流的时候，我也自己从中可以学到很多的东西。然后，包括你在创作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突发奇想，一些小的 idea 突然间蹦出来，觉得都是很好玩的。那在舞台上，我也把很多的空间留给我自由的发挥，那我觉得很自由，很享受，我觉得是不同的乐趣。那您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什么小的怪癖呢？谈不上怪癖吧，就是我一定要有一个特别安静的环境，然后最好灯光要昏暗的。那对，通常您的这个创作的灵感是从哪来？就是先有曲还是先有词？我创作灵感不一定，我一般第一时间会用我的手机记录下来，可能我突然间有一个旋律出现在脑海里，或者突然间有一个歌词。比方说像《微微》这首歌，突然间有这么一个主题，一个等待的这么一个概念，甚至一个舞台上表演的动作，我都会立马用手机把它记下来。这是我的一个平时创作的习惯，可能是比较小的碎片化的，最后把它拼在一起。那很多人呢都有听乔丹说，或许因为你是从12年就已经开始出道了，在这个背后付出的这个努力呢，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在这么长的时间中，你究竟是怎么样坚持下来？你的动力是什么？我觉得其实一定会有人不了解你而去评判你，也一定会有人带有刻板印象去看待别人，但是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其实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自己的初心，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自己为此付出了多少。所以，当你自己清楚自己的初心、自己的热爱的时候，我觉得其实外界的流言蜚语就没有那么重要。最大的不同其实就是，可能会有更多的关注度到你的音乐啊，到你的舞台，对我来说。那您最近一次感到这个非常放松是什么时候？我最近都挺放松。在家里面的时候，休息的时候，通常会做些什么事情？在家里我一般会看电影，然后我会听歌，然后最近也在看一些老电影啊，听一些老歌这样子。最近看的那部电影叫什么？霸王别姬，然后重温了一下，这样。是特别喜欢张国荣吗？对，我很喜欢张国荣。想问一下，如果选择和一位音乐人合作的话，你会选择谁？我觉得我应该会，因为之前也有拜访过 Ronnie Jenkins，他是Michael Jackson 生前最后一张无敌的大碟的制作人。我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再次的合作一下，因为之前是拜访，然后学习探讨。如果真的可以实质的合作一次的话，也会很好玩。好像是那个有新的中文歌的话，会找一个就是你喜欢的歌手唱。对，已经其实已经在最后的，已经在最后的，已经在最后的制作的过程当中了，已经完成了录音，然后前期的创作。其实我们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这首歌的歌词上，然后就是我写这首歌词大概写了有，前前后后大概有将近快一个月的时候，最后我们定版的这个歌词，所以我写了很久，所以也是特别看重的一首歌曲，因为是全中文的歌。对对对，到时候大家可以配上旋律来感受一下。其实之前有些歌，你的歌大部分都是英嗯。文歌词，这次写中文全中文的话，会不会觉得是反而会有其实之前的歌曲的话都是中英文，当然《喂喂喂》这种是全英文的也有发过，那我觉得不要局限，我们发完全英文也要发全中文，那是一定要有。然后抒情歌的话，其实在创作的方式上，包括一些字的发音上，会比较讲究，也比较讲究，就是跟以往的风格又不一样了，所以又做了很多的研究，然后最后听出来的感受是很好的。其实刚才有补充一个问题，就是上面就是这几年的成长，你觉得你获得的最多的是什么？除了掌声，除了一些荣誉之外。我觉得是我自己的性格，我自己的成长，可能比起2年前觉得自己还是比较稚嫩的一个男生，然后现在到在舞台上的自信和平时讲话都会比较自信一点这样。对，然后就是还有刚刚发行的 EP 叫《一》嘛，嗯嗯嗯，从零到一的过程。然后接下来其实大家都很满
难期待一到二是什么什么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从零到一的是我的一个对于这张专辑的概念，也是我的一个起点。那接下来从一，它会到二，到三四五六七八九，可能一直到无限。所以我觉得对自己没有一个束缚，没有一个定义，希望自己能够不断的去扩展，对各种各样的领域，这样。谢谢，辛苦了，谢谢，辛苦了，谢谢。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要跟着我们的爱酷们一起排队，待会儿呢就一起到我们的这个音乐分享会的现场去。那我们现在呢也可以随机的采访一下我们的这样一些爱酷们吧，因为我看到现场来了非常多的小姐姐们，我们可以刚好可以问问他们。来，哎，你好，你好，可不可以跟我的网友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哎，今天来这儿排了多长时间了？对了，我从早上九点多从酒店出发。我想说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们坤坤说的？坤坤觉得他最近还是很瘦，还是要多吃一点。要多吃一点。对，然后舞台很棒，非常期待你的六女儿。对，好的，那非常谢谢我们的粉丝们。那我们现在正排队，待会儿呢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音乐分享会的现场，让我们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到现场去看一看吧。各位朋友大家好。哇，今天又看到很多的这个蔡太太啊，非常欢迎各位来到由咪咕音乐主办的蔡徐坤的见面会。那来到了成都啊，我要讲几句成都话，对吧？成都安逸的板，还不敢嗨，你们没听过？对不起，是我的成都老板教我的，说还不敢嗨的意思说要低调一点的嗨。哦，对不起，因为你们太年轻了，对吧？但安逸的板有听过吧？今天还是没有。今天就是要大家开心，要爽的，这样蹦蹦跳跳的，所以叫安逸的板，知道吗？那当然要让你们开心的话，要赶快找你们老公了，对吧？是的，全体统统有一楼的、二楼的、中间的，大家一起尖叫，欢迎你们的。没办法，大家都在长高，我也得抓紧，毕竟他们都说我三岁嘛。这样近距离看有没有本人觉得好帅，有没有？不得了了。好，今天这个我们一开始呢先跟大家聊聊，但是来到成都请问一下坤的感觉。哦，那边已经有人写非常大胆的是成都的姑娘吗？她写坤坤娶我。来了，这个板子有两个人拿，到底要取哪一个？好，坤坤这边已经有一个许愿的了啊、哦，这个愿望有一点你要考虑一下，对不对？因为他才三岁嘛。我还想一下，再看一下，这边还有没有？那边也有，坤哥娶我啊。这样他们以后都会取那个牌子。对，我跟你讲，以后每一场我们都要有不同的创意，不能一直取我取我，好不好？问，哎，我们可以稍微文艺一点，坤坤爱我，坤坤等我啊，都可以。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一个牌子？我都喜欢。我们要跟坤坤先聊聊近况，他可以坐下吗？可以。哇，上面最大的坤在二，也跟他们挥挥手。
有时间到成都转转吗？还是去吃成都什么好吃的吗？我刚吃完火锅。刚吃完火锅啊？我就在后面吃的火锅。就是麻辣的。啊，鸳鸯的。啊，鸳鸯的。我记得你可以吃很辣是吧？对啊，我从小吃辣，在后面长大。哦，所以这个成都的辣他也是非常的喜欢的。但是请问一下，我们那时候从生日会之后，你又做了很多不同的这个精彩的表演，有没有自己觉得非常满意的，或者是非常哇让你觉得这个点子很新的很特别的？哎，其实我昨天还蛮想你们的，因为昨天是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 的首秀舞台嘛。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如果你们在的话，感觉气氛会更好。对，所以下次要换一个牌子 ，I can be your girlfriend 或 I can be your wife， 好不好？但是我注意到，其实坤的这个在微博上啊，上面有这个到不同地方去旅行，对吗？大概去了哪些地方？其实有很多拍摄的一些像创意的视频啊、微电影啊等等，都还没有发出来。然后前后去了巴黎啊，去了纽约，这样子。有没有特别喜欢巴黎的什么，纽约的什么？其实巴黎铁塔是真的就是很浪漫，然后在上面也我很少自拍嘛，就有自拍的冲动，然后就拍了自拍啊，然后纽约的时代广场，对，我在巴士上面看到了非常不一样，因为巴士比较高，然后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觉得特别的时尚，非常的有当地的特色。哦，你到每个地方是会最喜欢他们的风景呢，还是餐厅呢，还是一些你知道文化景点啊？我最喜欢他们当地的人文，他们当地人的性格啊也好啊，他们当地喜欢的美食也好，喜欢的东西也好。就感觉你好像不太吃的，你去纽约巴黎都特别喜欢吃什么？我可能吃了。真的？到巴黎吃了什么？到巴黎啊，其实我说来惭愧，我在巴黎吃了很多中餐。哦，还是会想家是吗？对对对，有时候在国外还会听中文的歌曲这样。OK。你做过什么？还有纽约吃了什么？也是一样中菜吗？纽约有芒果冰吗？走到哪里都有芒果冰。对，吃了很多中餐，说什么，然后还有一些哦，他们当地的那个烤螺还挺好吃的。哦，纽约的烤螺。对对对对。哇塞，这个坤一讲完，那边螺都要绝种了，我跟你讲，拼命吃。但是事实上，我想除了去看、去领受当地的这种风光啊，还有他们生活的方式，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音乐上的灵感？有，我去那个，其实我在 LA 的时候，在 Santa Monica， 它有一个，我往前走一段时间，然后看到一个小的巷子，里面有很多的老艺术家，街头的那种艺术家，然后他们其实打鼓，他们是拿那种就是一个盆子，可能已经菜锅吗？对，类似的那种，然后就这样敲，哎，真的跟古琴几乎是没有任何偏差的。然后他们唱歌的那个麦可能已经没有头了。然后就是那种特别真实，然后非常的灵魂很 soul 的一些音乐。我觉得他们都是用生命在唱歌，都觉得其实他们就是为艺术在表演，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有多少人听我也好，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我觉得当下那一刻，我觉得真的很受感触。哦，而且我知道你好像还去看了舞台剧是吗？对对对，他们有一个百老汇的 Sleep No More。没错没错。听说那个剧很特别，是有很多房间吗？还是？其实就是说你要去根据不同的主角去找不同的线索。嗯。那你跟着这一位女巫，或者跟着这一位夫人，她可能就会看到不一样的故事。那其实有一个叫祭祀的戏，我觉得是非常喜欢。它那个灯光就跟现在这个相机擦擦擦擦擦一样，就是闪得很厉害，你知道吗？然后就是让你整个视觉冲击特别大。然后我觉得那些你可以感受到那些表演艺术家他们的肢体都是特别的有张力的。然后我觉得其实给了我很多灵感。所以其实我听说他好像还会里面
是有互动的，还真的是有互动。演出的人好像还可以来摸你一下，是吗？没有，他会把你带进去，他会把你带进去，但是他会挑人，结果我就被带进去两次。男生还是女生把你带进去？不聊这些细节，怕他们吃醋。这就是看表演嘛，就是知道吧，跟他们互动，带进去，带到那个他们的那个房间里，有给你带一个项链，或者说喂你吃一颗糖啊。我怎么除了刚刚讲那个罗之外，我又想到将来如果我们在纽约看到《Sleep No More》里面有两个演员手是断的，就知道他们就是帮你喂糖、带项链的。所以事实上给你的感觉又是什么？他那个比如说喂你吃一颗糖或给你一个项链，到底你那时候的感觉是什么？我第一次被选中的时候我真的很惊到了，我就很紧张，因为他把你带进去之后他把门锁了，然后里面没有人，然后大家都想演那个舞台剧了，对不对？然后我就吓到了，我说那怎么办，万一没有人救我、等一下我找不到我的工作室的小伙伴了。对然后但是他会先，因为每个人都戴着白色的面具，戴面具的就是观众，没戴面具的就是演员、靠这个来选择，他就把我的面具先揭开来，然后看看你，然后一些互动啊，然后戴一个项链把你关到柜子里面去。蛮吓人的，真的蛮吓人的。第一次，然后第二次，我跟你说，第二次我胆子就大了。第二次我就说，哎，又选我，那我要瞪着他。还是你把那个人关进衣柜去了？没有，不能打断他们的表演，他们是有自己的那个表演的步骤。然后我就是瞪大眼睛，我就瞪他，你要干嘛？瞪着他，就很好玩。然后，所以其实他其实也让你去体验不同的感觉。很幸运的被抽中了两次。所以问一下坤，那个被关在柜子里的感觉是什么？哇，那一刻我就真的觉得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出去。结果后来他那个柜子后面是有一个机关的，有个通道可以走。所以就是让你自己去找，结果他把门推开这样子。太有意思了。所以可能将来在你的新歌的创作或是 MV 的拍摄，说不定也给你一些这样的灵感。要不然找一个 icon 然后关柜子。天哪，你们真的是为了爱他什么都愿意，是不是？天哪，就下次我们更名会就这么办，好吗？谁愿意被关在柜子里？我们根本就不用化妆，因为都把他们关在柜子里，就可以看到我们。但事实上，你有给这个粉丝寄这个明信片哦？有没有？事实上，下一个地方，如果你真的还有时间去旅行的话，你又想从哪里寄出这个明信片？成都一定要寄。对，然后等我哪天真的去了马尔代夫，我一定会寄明信片。其实有类似的就是节目来找说你想去哪个地方，我们来实现你的愿望，然后会考虑，对，近期也在安排。什么？带你去哪里？哇，你们的愿望真的很多哎，自己搞个 APP 订一下票好吗？你会？那你现在有想法吗？还不知道，想去哪玩？现在，我现在其实每时每。来工作的话，现在也是在享受在玩。好，我跟你讲，你们安静一点哦。我问一个人回答就好了。请问成都，你会推荐坤去哪里玩？等一下，乖，举手。成都的朋友，好，这位正中间，请你大喊。四川大学有什么特别好玩的吗？在城外。好，都是学校的邀请，四川跟成都外全部都去一遍。好，今天都是你们的时间。不过坤，我想他有很多的话想要跟你们说，就包括粉丝也为你做了很多事情，有没有让你很感动的事情？其实我觉得大家能够一直陪伴我，首先我觉得是让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因为我知道有时候像我可能出国要拍摄，或者说要去国外做音乐也好，
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大家会觉得我小小的失踪，但其实也谈不上，谈不上，我都有寄明信片回来。然后呢，其实像每次大家能够很有秩序的然后来到现场看我表演，然后我都觉得很感动。还有一些像比方说来看我的时候唱我的歌啊什么的，应援什么的，我就觉得很感动。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今天也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公共场合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哇，真的是少女的神呢！你讲什么都好，关进衣柜好，太可爱了。既然你们这么可爱，我们上台来，有幸运的这个太太们可以跟空互动，好不好？我们要怎么样来互动呢？大家进场的时候是不是有写个卡片要送给空？对不对？我们请这个工作人员把这个装满卡片的盒子呢也送上来，然后请坤呢来这个选出他喜欢的卡片，来跟这个幸运的粉丝互动一下。好，来，我们工作人员就在旁边了。希望坤坤天天开心，永远自由自在。好的，没问题。等一下，这个被念到写这句话的人现在应该已经快昏倒了吧？他是谁呢？知道是自己吗？你刚写这句话的请站起来。在第一排吗？你确定是这样写的？你用什么颜色的笔写的？黑色吗？好，我们这上面有电话的，有电话，要念电话？不是，你要加他的电话，加他的微信。啊，什么官？是林彩玲首席体验官。非常好，请问你们手机都设置了吗？设置了。来，拿起你们手机。哦，你们现在都在录是吧？对。好，那有办法，因为要彩玲来的时候才看得见，对吗？所以刚刚那一位，因为他留了号码，我们现在就打电话给他。是18哦，我看一下你的手机，先让我们看一下，是你吗？电话响了吗？哦，确定了，可以吗？可以啊。首席体验官合格了吗？酷哎。哦，看到了，对不对？对，坤在看自己，请到台上来。记得上一次有艾坤上来跟我互动，还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哦，你差不多一岁的时候是吗？对啊，我三岁嘛，大概是一岁半左右。一岁半的时候，哇，不得了嘞！各位艾坤大家好，我是艾坤。你有原来的名字吗？然后我叫妍妍。妍妍呐，妍妍，妍妍，好，妍妍，因为你是第一位上台的，我跟大家提醒，大家上来还是要有秩序，对吗？对。不可以，不可以飞扑哦。不可以想摸就摸哦。因为呢，坤虽然会原谅你，但是你今天下去就得死在这里，听到没有？要乖乖守秩序哦，哈！啊，妍妍，艾坤多久了？艾坤从他
刚开始第一期节目就开始喜欢他。哦，你都不敢看他，他在你面前你都没有看。蓝玫瑰，蓝玫瑰开始。但是我现在要问一下坤了，就是他刚刚写给你的那句话，你喜欢吗？希望你天天开心，自由自在。我觉得他很懂我，其实最简简单单的祝福就很好。说你很懂他哎，我是很懂他。好，谢谢。超级开心哎。哇哦，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刻？你有没有想到你这么幸运？我现在脸都在发抖。没有。哦，你好紧张。昨天有去拜拜是吗？去庙里祈求。昨天去了锦里，给他挂了一个那个牌儿，修行牌。哇，好感动。我希望他天天开心。嗯，非常好。我跟你讲，既然都到牌上，你就眼睛看着他，不要一直看我。尽量不要吐舌头，好吗？我不会的，我是稳重的妈粉。好，稳重的妈粉是吗？好，除了他之外呢，今天还有另外四位幸运的朋友也变上来，一共有五位要跟你这个组队玩游戏，好吗？来，我们继续抽出，妍妍等一下，好，谢谢。初认识坤的，当时我处于身体健康的最低谷时期，要一个人被隔离长达两个月的时间。哎呦，桃子姐，你帮我念，这个有点煽情。但也还是因为这个时期有机会打开电视，从而成了爱坤的一员。在节目中最让我触动的是坤的才华，坤的努力，特别是对梦想的坚持和热情。当时我原本很低落，但因为陪着坤一路悲喜，重新感受到了梦想的热血。我觉得全世界最美好的少年形象就是坤了吧？谁写的？哦，就是你是吗？请告诉我你的大名。答对了，哎，答对了，请上台。脸都红的，上来脸都是烫的。好，就也是低头。哇，你的脸太红了吧，超开心的。好，林律小姐你好。哇，所以现在身体都好了吗？现在身体逐渐的恢复，然后也重新投入工作。我觉得你气色很好。皮肤很好。哇，那回去不得了了，我跟你讲睡不着了，对吧？也没想到今天这么幸运啊、哦！好，那待会儿要发挥你的聪明才智了，好不好？配合我们这一位这个完美少年 ，OK？ 接下来这一张，请坤。你说舞台对你而言是最自由的地方，好巧，舞台上自由洒脱、充满魅力的你，恰恰是我们最想珍藏的宝贝。对于坤坤，我们永远怦然心动。他叫一阳，你在哪里？一阳，你在哪里？请到台上来。这个字很漂亮，这个还带表情，还带表情。对，而且呢，我跟你讲，接下来念哦，你觉得是你，你就立刻站起来，是我，好不好？好，立刻反应。来，一阳，请到台上来。红了，他走这段路脸红了。我发现每一个上来的艾坤都是脸红红的，是气色很好。对啊，没有，他被抽中的时候脸抽中之前脸是惨白的，但是一路上来这个心情呢实在是太激动，对吧？说什么？
他说好帅，他说好帅啊，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吧，感觉怎么样？好紧张。好紧张啊。嗯，就是希望你能够以后每天都开开心心，爱坤永远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太好了，你们两个都好高啊。好的，接下来呢，这一位。这一位请注意咯，你写坤坤出道到现在，你把心思几乎都放在做音乐上，用你的作品回馈给我们。谁写的？明确谁请告诉我你的大名。啊，刘小小，请到台上来。阿江还是阿江？尽量注意安全。等一下，刘小巧，先停在那里，因为我看到后面了。你看哦，他说台上台下是我们最美的距离，所以不要上来。那他走上来就是更美的距离。说话
对背对。好，第一题要先跳过，好，这一题预备。他没有看过吗？这个？这个没有，他没看过这个。好，我可以讲话吗？你不行，哎，你可以先用笔的，最后的时候再那个。我随便来是不是？随便来。那个他已经选了动物的。哦，那就动物的，来，动物的，来动物的。好，你往前看啊，你往前看。等一下，好，预备，开，计时一分钟，预备，开始。你有没有看过一种那个就是歌舞剧啊？他们就是。答对，下一题，成功了，对不对？这样就成功了，呜！所以7秒钟，好，这个记录保持住，你是7秒，自己7秒钟。来，第二位，第二位，你也是要用笔的，对不对？好，你想要猜还是笔？我想要猜。OK， 我来。好，那磁库你要选的是？我们来那个食物好了。食物，好，预备备，食物，请出题。如，喂。就是你知道吧，就是那种，不提大猪蹄子。答对了，哇，你花了16秒。我的问题，16秒要站在那边，因为现在7秒他没有 OK。你好可爱哦，你刚是直接学猪叫了。那除了学猪，你还会学什么动物叫？我要学猫。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还有什么动物在行吗？还有吗？狗。我们一起学狗叫，一起。好可爱。好，接下来第三位，请出列。我想猜一轮，答一轮。好。那你要选什么词库？食物吧。食物。好，计时。来，我们看食物的第一道题，我们的坤能不能破7秒的记录呢？可以的。食物。什么食物呢？这个题目是。好，预备。啊，动物啊，他改了动物。牛。食物吗？这不是动物吗？对，他们故意害你的，你还是猜出来了。哇，厉害！所以你们在这一组只花了不到1秒钟。来，你到那个冠军宝座这边，妍妍目前被 PK 赛，还有哦，还有人有可能哦。来，接下来拉拉队小姐，你要比是不是？你选。你要比还是要猜？你要猜。你要猜，好。那就换个位置。那可以让坤。选好了，那我选 KUN。哎，这是很容易达成目标的哦。等一下看了题目以后，我们等计时器出现再比。OK，这样可以更准确的知道。来，好，等一下哦，计时器好了吗？计时，开始。Hey you。我是什么位置 ？C 位。好可爱，他接唱嘿。不是我也会唱哎。太可爱了，你的时间大概3秒钟，抱歉，所以你必须站在那里啊，因为这一秒钟没有可能了吧？还有吗？这边都已经被哦，还有最后一位来。最后一线，希望我猜吗？刚一秒钟是我猜出来的。好，要猜什么？来，我们马上看看饭圈用语的第一个题目是计时开始，4个字，给你做数据的，我们常用4个字。秃头女孩。
到前面来，你的是秒猜，一秒钟啊，他应该算是一秒，但是他可不可以得最佳表演奖？觉得对不对？但这个阶段的获胜的，获胜的粉丝呢，事实上是可以双冠军，好吗？双冠军可以获得坤对着他们清唱。那两位可以共同 share 吗？可以分享吗？可以。那那个后面吃瓜的也可以，好吧？但你们的距离必须保持远一点，因为这边是优胜组。来了，你可以找你。啊，这样吧，因为他是真正第一名，你往前一步，你发抖，发抖了。然后你往第二步啊，你们再往后退一步啊，就是那个吃瓜群众后面啊。哎，黄子姐，下一部戏我请找到导演。好，OK， 来深情对望。我这样唱歌前我喝口水，喝口水。哇哇，有没有很幸运？放心，我们还有游戏的啊，待会儿还有的。来，深情的看着他们，预备的，请颁奖。对，不是让他选歌吗？哦，选歌。这个时候就没人比一了，平时都比一，现在都比一。来，坤来选你喜欢的四个数字。好，九十二。92号在哪里？来，92号，请到台上来，是你吗？92号，等一下，92号在哪里？请两旁的工作人员看。117，幺幺七，92，117，还有吗？255，请到台旁，92，117，255。这样吧，来个1号，有没有1号？1号，来，1号也请到台上来。好，请工作人员检查一下他们的票券，1号、117、92跟255。多穿一点好不好？外面这里。
觉得穿太少了，对。他感冒。第一个是上面肩膀，还有一位，那个、还有一位对，还有一位还在练。117有来吗？请问你是几号？25。92。一号，所以是117没来。117没来，那我就要看了。117来了吗？有来。来了吗？是一位壮汉是吗？有吗？我们要看一下你的票。同时呢，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第一位先自我介绍一下，谢谢。他说好紧张啊，等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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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看你的问题。哎，这支话筒请打开。来，刚刚用的这支二号话筒。好，今天回去可以，好的好的，他一直用大拇指在抹，上面会不会有口水？好，为什么没去成呢？不要生气，不要生气。我以为是妈妈作业没写完不让去。好，哎，所以今天很幸运啦，对吗？哦，非常恭喜你啊、哦！接下来，坤你好，你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爱人，我是你的爱坤，海小鹅。哇，好正式哦！你好，我是你的坤。然后不好意思，因为我一直没有机会，你一直说你第一次为的 solo 的舞台表演是当时我们为你命名，是一件幸福的时刻。我知道你都懂，但是我没有机会说，我要代表所有的爱坤说，为你应援也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我想送你一张当天我们应援的手卡，所有应援的口号都在上面。我们那天是拿到了我们应援卡。哇，谢谢你来看我的舞台，谢谢。哇，好多的那个钥匙圈，有大奎，有小奎，很均匀对待。但是那个套餐是大奎，因为我私心偏爱大奎。OK 。好。他也想送，他有东西要送。不好看，刚好。好看。好，接下来第三位，坤坤，我叫莫小沙，我也是重庆人，但是我是从广州过来的。然后19号希望在广州再看到你。我是妈妈粉，然后我是他的超级舞台粉，所以说你的每个舞台我都很期待。谢谢，你有没有礼物要送？我没有送过。开玩笑，听我说。你们都知道我不收礼物了嘛，对吧？就是大家一起多做公益就好，开玩笑。真的是开玩笑的，好可爱，好不好？我先帮你收起来。但是刚刚好像有一位没有来，对吗？所以是不是可以再选一位？好，我麻烦你选。再选一个。再选一个。36。36号有没有？36有没有在？对啊，没有的话。其实你们这样比我也看不出来，是有人跑过来的。对，等一下，哇，是男粉丝吗？是吗？36号。但是也想问坤，这些号码对你有特别的含义吗？没有。会不会是你的那个手机号码凑起来？一号是有的吗？一号是有的。对。好。82。
二，对吧？下次选他，下次选。好，怎么啦？没办法，这不对是吧？不对，好，那我们再选一个。那就只能选八十二了，我就说下一次。八十二号，请快酷的到台上来。要说吗？八十二不行吗？八十二，来，这一位妹妹，请赶快到台上来。好，这个准慢慢来。命运很难讲的，你看是从刚刚的那个幺幺七没有了，三十六没有了，最后又回到坤自己的八跟二上，对不对？注意哦。好，我们还是要检查一下啊、哦。好，非常的公平，请到台上来，大家掌声欢迎他，好吗？谢谢。OK， 好，请自我介绍一下。坤坤好，唐思杰好，我是来自重庆的艾坤，我叫李燕。李燕你好。你好。对，大家上来都很特别，眼睛都不太敢看坤啊，知道吗？他不敢。你们这跟见了皇上有什么差别啊？是不是臣妾做不到，然后都趴在地上不敢看，对吗？好，那你对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说？我是从你开始偶练的时候，然后关注你的，然后就爱上了你，然后一直爱到了现在，我也会一直永远的陪着你。掌声鼓励！都会，非常可爱的重庆姑娘，我是从偶练爱上了，我爱上了你啊，非常的可爱，非常赤裸裸的告白。但是四位现在要考验你们一件事情了。我们看到这边呢有四个这个白色的板子，事实上呢是一副坤的拼图。你猜看看他们得花多少时间要完成这副拼图？大概三分钟。三分钟，有没有看过他这套衣服的？我先问一下台上的。应该有看过吧？看过。要能得心应手，来各就各位，各自选一个板子，来各自，你们那边有两个，这边有一个，这里没有在前方。好，各位请听坤的口令，三、二、一，开始，开始，哪一位会最快的？把坤的这幅拼图拼完呢？好，项链一定在中间嘛，项链在中间，下面会有什么？下面会有什么？裤子，对吧？等大家拼完了，我就看看你们。四川的姑娘好可爱的，特别的热情。我爱上了你，好，我在关心他们的记忆。哎呦，已经出现一个佼佼者。真的吗？佼佼者，哎，我的普通话不行，佼佼者。受到重庆姑娘的影响。这位妈妈粉很厉害。加油加油，有意思，有那个意思了。好像是左手是举高的，他的左手是举高，右手是垂下来的，所以呢，对，很快，很像。关于有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我觉得头的位置要摆对了，接下来就好了。OK 了。这张照片头应该是侧歪的还是正的？偏正是不是偏正？时间过了一分四十秒。有厉害了，有厉害的。就是你是他人生第一个 idol。
哇！哦，快要成型了！哇！好了，不要给对面压力太大。哇，这个厉害，这个真的厉害。因为妈妈可能常陪孩子玩冰球。厉害了！你知道最厉害的是什么吗？你看一下时间是不是三分钟？你如果没有帮他，他应该就是三分整，然后早知道不帮。因为我有帮他，回来可以看相，还可以帮人家算命，太棒了！好，这边还是在继续奋斗着，非常好哦，不要放弃，一直这个会场晚上十二点继续。我们要恭喜这一位，他还在帮其他的爱国，你看你们爱国好棒哦，很团结，爱国都很团结，互相的这个照顾爱护真的太棒了。哎，姐姐你是喝大了，是今天好像听不完。其实我觉得这个也需要点运气，对不对？就是你看你那个能不能凑巧把它摆到正确的位置。好，我们就先掌声恭喜第一位完成的这位，掌声鼓励。好，那么在这边扩要颁奖，就是送他这一组。好。幸运的艾坤，请到台上来。
我们现在看到的每一位来看都是有故事的人，他们在向我走来。好，我觉得呢，这个对坤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时候你自己一个人会是感到很孤独，然后呢，你也不知道说，有时候我们见面会，当然可以听到尖叫声，或是在微博上面大家可以留言，但是面对面告诉你，我觉得那个感动是更深刻的，更有冲击的。第一位准备好了吗？也先请自我介绍。蔡师哥你好，我是你的姐姐粉，然后请不要老是邀女友了。就是你知道那个《月是风吟》那个广告片，然后你说一句“姐姐你来了”，我跟我的朋友们都高兴了好久，就接下来当自己的彩铃音了。其实当时我就很犹豫，因为我不是要去牵那个工作人员的手，我就怕他们会吃醋。不会啊，不会，当然不会。但是工作需要嘛，是吧？只要是为了工作，肯定都可以。我一直在想要说什么，就是因为你之前有访谈说自己其实灵魂里面除了大奎小奎还住了一个更老的，其实你说不想要让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蔡大爷。蔡大爷就是无论怎么样子，因为你还才20岁，就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了，你不需要高薪俸禄，就无论是什么事情我们都会陪你一起度过。所以说有时候你要是觉得委屈啦，或者说郁闷啦，或者说难过啦，完全可以撒娇的呀，就是多对我们撒娇吧，我们会很开心的。好，我学习一下，我学习一下。不是，我跟你说，你真的不需要学习，你就有时候天然想着自己要怎么可爱的时候是最可爱的，真的。所以，坤是不太会撒娇吗？又来了，柯大姐又在下面了，撒一个。好，能要求撒娇一个吗？等一下，有故事的人都这么厉害吗？可以吗？撒一个吗？就对着台下五连拍。哪一种？撒娇有很多种，要很萌的吗？还是很酷的吗？其实我是酷的，撒娇是酷的。撒娇。要跟台下。欢迎你好，你好，我也是那个蔡师哥妈妈团的妈妈粉。
很多人都会问我们为什么喜欢坤，那我们通常都有很多答案，那我想用自己的理解来回答一下。因为在你不要听妈妈粉好好说，因为在坤的身上其实我们都有看到过去我们很努力的样子，也看到了现在我们跟你一样在努力的样子，以及未来跟你一起打拼和努力的样子。所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为什么爱你、愿意陪伴你走下去的原因。希望你越来越好，加油！哎，我倒想问妈妈粉一句话啊，因为我也是个妈妈了，然后我身边也有很多的这个妈妈粉，是。然后呢，他们的这个生活呢，有时候呢就是比较压力大一点，又要顾孩子、顾老公，然后要买菜啦，什么东西哇，小孩忘了东西要去送东西啦，生活各种压力。但是一看到坤呢，这个压力就顿除。所以会不会是你老公叫你的时候你是板着脸，然后一看到坤就坤，会不会？我觉得不会哦，因为老公戴着坤的面具的嘛。好，自己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更多从坤身上看到的是他的精神然后我们会把这种感受到的东西，感受到的正能量带进到自己的生活里，让自己更好。对，非常好，切菜也更有力气，加油！是不是？好，谢谢老师，谢谢。接下来，你好，坤坤，你好，我是来自海外站的妈妈粉，所以就是。然后就是我认识坤坤的时候是在研究生的最后一学期，所以就是通过你的就是对梦想的执着特别感染我，所以也是在学习上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所以就是坤坤，你对音乐的标签是专注和坚持，所以我们的标签是坚持做数据，专注才是坤。讲得太好了，厉害哦！哇，坚持做数据，专注才是坤，非常好的爱坤。现在女孩都当妈了吗？你们都好年轻啊！哎，没有，其实他们有些也没有当妈，他们要叫自己妈妈的位置。有了，故意说没有，这个有了。为什么要故意这样子？就很可爱嘛。来，妈妈粉，对不起，你是吗？你不是吧？对不起，你是妹妹是吧？我是来自蔡徐坤粉丝团，帮我为蔡徐坤出资站的数据粉。我就是在大四的时候看到了《偶像练习生》，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对自己可能未来的工作或者说是可能就是很迷茫的状态，就是不知道到底应该自己是去做些什么。但是我就记得你说过一句话，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会觉得辛苦，然后我就后来坚持了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你带给我的就是你的话都影响了我的生活，然后也很开心，就是你说的那些未曾相遇的然后终将会相遇，然后你相遇。哇，你觉得是命运的安排对不对？你有听到婚礼进行曲是吗？有没有？我是数据粉。好 ，OK， 说的还不错，很可爱哦。谢谢，真的很感动。很感动，谢谢你们这个直接面对面给坤的这些鼓励。来，最后这一位，有请。坤你好，我是来自小樱花的女友粉。然后第一次知道你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你参加的节目，而是一个现在很火的某音的软件上。那个时候也不是你的舞台，就是他们应该是你的一张毕业照吧。然后就很干净的一个小男孩。然后在室友的念叨之下，就去看了偶像练习生这档节目，然后最后就被你的舞台还有你私下的可爱和那种努力专注圈了粉。然后呢，反正就是到从三月到现在你出道一直到现在，我们看着你走了很多，也完成了很多你自己想干的事情。然后呢，就是希望你以后能够继续坚持像你说的那样花花世界尽收集心，然后还有就是
你好好成长，我好好爱你。哇，最后要卖一罐奶粉了，对不对？哇，就是女友粉，感动啊、哦！你是不是快哭了？我看他鼻子一直在抽。对，因为之前忍住。很遗憾的就是武汉，你们武汉场巡演的时候嘛，可能两场其实我都去了，然后但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在就是26号早上起来，27号你们学院开始的前上午，早上起来就是声音完全发不出来，然后在那两场我真的是非常的遗憾，是没有跟他们一起呼喊你的名字，也没有跟他们一起给你唱生日歌，所以我一直觉得很遗憾。没关系，以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舞台，很多的机会，就像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对，所以以后你的歌唱我一定会在台上全力的拉拢。哇，谢谢！我可以感觉得到，其实坤现在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感动。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个近距离，我觉得他们也感受到你真的是，感受到他们的力量跟温暖，所以也可以有一些友谊的表达，就是。都说不要了。好的，那就你还有会见他，那他一排一起鞠躬，会不会怪怪的？好，就谢谢，好吗？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好，合照可以吗？可以吗？来，请大家以这个坤为中心，坤站 C 位。我跟你讲，那个穿长裤的可以高跪姿在下面，这样会比较好看，要不然边边的脸会不好看。穿长裤的能不能高跪姿？可以吗？对，长裙的都可以。对对对，来这里坐到前面，对，这样会比较集中一点。好的，谢谢大家对于坤的支持跟鼓励。谢谢，谢谢，谢谢。好，坤其实非常体贴的，他待会儿会有一个巧思跟安排，等一下好吗？最重要的是呢，我觉得坤今天呢能够来到成都跟大家见面，我相信心情也是非常的这个澎湃，开心，开心。要带来这首歌，也是跟大家。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心愿吧，因为昨天是这首歌的首秀，但是今天会跟你们一起来唱这首歌。但是主持人不报歌名，因为这次的歌名一定要他自己来说。这首歌叫做 You Can Be My Girlfriend。要来了，等我喝口水啊、哦，喝口水。掌声，尖叫声！Tell me what you wanna do.
don't be shy. My girl, my girl. Bye.